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蹦蹦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这是常识》。放屁是身体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当肠道中有气体会以放屁的方式排出体外。有些人发现呀，自己放屁的时候肚子也会咕咕叫。其实放屁次数多并且伴随着肚子咕咕叫，有可能是这些原因导致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一、不良的饮食习惯。有一些人啊，在平时比较喜欢吃一些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，比如各种豆类食物，而这些食物啊，在进入身体后会发生大量的气体，就会让肠道中存在大量的气体而发生咕咕叫并且放屁多的现象。二、吃饭的时候太快。有一些人啊，在吃饭的时候因为赶时间而让自己狼吞虎咽，让自己吃饭的速度过快，而吃饭速度过快呀，又会让自己在吃饭的时候连同空气一块入肚，这样就会让肠道吸入过多的空气，肠道中存在过多的空气也就会让自己的肚子出现咕咕叫现象。而且肠道为了将这些气体排出体外呀，也就会频繁放屁。三、压力过大。在目前生活节奏比较快，大多数人啊都存在着不同的压力，而压力过大会导致身体的消化系统功能出现紊乱。消化系统功能出现紊乱的时候，也就容易产生气体，而导致肚子经常咕咕叫以及放屁多的现象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感谢关注这是常识，了解更多常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